主打格斗游戏角色的品牌 Storm 在今天公布了新的一款拳皇酒吧 UM 的人物，那就是人气选手玛丽小姐姐。这款玛丽有四种表情，分别是微笑脸、呼喊脸、嘟嘴脸和胜利表情，还有五对手型和一种特效键，可以用来还原指天回旋脚、玛丽掠夺、玛丽蜘蛛固等招牌的技能。另外俏皮的胜利造型呢，自然也是不能缺少。这款玛丽是 Storm 的酒吧 UM 系列的第六款，在之前呢已经发售了卢卡尔、草剃镜、八神庵、特瑞和大蛇。大蛇的脸啊，当年也是把我劝退啊，哎，实在是不提也罢。Storm 玛丽官方售价是$90和人民币574元、704港元和2575台币，预计呢会在今年第三季度出货。喜欢拳皇的朋友啊，可以了解一下电商的预定情况。这一期的可动玩具资讯分享就是这样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